嫂子，大成兄弟，你这伤咋样了？没事儿。别老碰啊！你别整感染了再。没有，就用棉签儿呢。那个嫂子给你送点东西，表示感谢。不用，哎，你送我这干啥呀？哎呀，感谢。你说呀，要没有你的话，那三嫂家都着霉了，是不？你说没有你的话，你说那三克在我家万一有点啥事儿，你说嫂子不担责任吗？哎，嫂子，你其实。 送这个都没必要，那个大成兄弟，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那个给你拿点那个钱，你买点营养品，那个你瞅瞅都伤这样事儿的。不是嫂子，你把钱收回去，我这钱我能收吗？我收你那钱，我成啥人了都？你咋的？你嫌少啊？不是，嫂子，不是多与少的事儿，这个事儿它就是发生在你家，它就是发生在别人家，我这。 我该救，我还得救。你说那得咋感谢你？就是的呀。啊，嫂子要是真想感谢吧，那个帮我介绍个对象呗。这事儿报二嫂子身上。二嫂子，我看你那个佟二婆，你不有个外甥女吗？我感觉她就挺好，帮我介绍介绍呗。那个不行。咋的了？孩子都俩了。 啊，那不行。兄弟，你不用着急，慢慢二嫂子在外边给你划了，行不？高低给你找个漂亮的，颜值对于我来说无所谓，主要人好就行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哎呀，我大孙子，李白的会不？ 静夜思，李白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太厉害了，我这大孙子这也太厉害了，太好了。别的会不啊？再来一首《黄鹤楼》吧。黄鹤楼。来一首《黄鹤楼》，崔颢。 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无复返。白云千载空悠悠，晴川历历汉阳树。芳草萋萋鹦鹉洲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哎呀，我这大孙子，你太厉害了！ 哎呀，咱们老刘家呀，就没有几个正经念书的人呐。我这当时就没学好，就没念多少。你爸爸和你大爷他们都没读上好书，这辈子就全靠你呀，上大学。嗯。什么博士啊，博士后啊，就是念啊，跟啥也不想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妈咋样？挺好，现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